为了过幸福的生活想对我说的话。订阅会给你很大的力量，请订阅。带自己，接受自己，你是特别而珍贵的存在。以积极的想法和态度生活吧，这会改变你的生活。和有价值的人一起度过吧，好朋友和家人是生活的宝物。尝试更多的经验和新事物，生活需要不断变化和成长。帮帮某人吧，帮助别人让自己也更加幸福。试着去梦想，去实现它，你可以实现它。偶尔享受自己拥有的时间吧，拥有与自己的时间也很重要。无论何时都要脚踏实地地对待自己，你是一个信任和支持自己的人。表达和接受自己的感情，你的感情都是正当的。人生是短暂的，所以今天请尽力生活吧。幸福来自内部，在自己的心里寻找幸福吧。带着感恩的心吧，感恩会让你更加幸福。不管是什么都试试吧，不要因为失败而害怕。每天早上对自己笑一笑吧，微笑会让你更加幸福。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，所以请宽容自己。认识一下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那样会变得更强。谁都会犯错误，所以不要指责自己。永远追求自己的目标，那个会让你幸福的。相信自己的价值，你是有价值的存在。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请集中于现在，活在当下，可以实现更多。跟随自己的热情，努力实现自己的渴望和梦想。请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选择和决定，生活下去。多学点，多成长点，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，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。采取积极的人生方式，带着希望和乐观主义生活吧。追求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，把自己真正认为重要的事情反映到生活中。改善和发展自己，你是不断变化的存在。享受生活吧，享受每一个瞬间，享受生活吧。请真实地回顾一下自己，想想自己想要什么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，你有资格过幸福的生活。请接受自己的性格和面貌，你是独特而特别的存在。重视与别人的关系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。要感谢生活中的小事，生活中的小事会让你更加幸福。对自己宽宏大量，为自己拥有时间和闲暇时间生活吧。主动过自己的生活，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自己的生活。照顾自己的身心，健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。为自己感到自豪吧，祝贺自己成就的事情，给自己鼓掌吧。拥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，你的价值和信念会影响你的生活。调整和控制自己的生活，
生活是由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和不能控制的东西组成的。如果出现矛盾和问题，请找出解决方案。解决问题是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环节。做对自己好的事情吧，找找能帮助别人、让别人幸福的东西吧。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和知识，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，通过相互作用成长吧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制定计划，没有计划，什么梦想也实现不了。珍惜自己的家人和朋友，家人和朋友会支持你的。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，有效管理时间是幸福生活的基础。过自己的人生，对自己有信心，对自己的信任比其他的更重要。过充实自己的人生吧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，生活才是幸福生活的道路。请找到自己关心的事情，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，是幸福生活的钥匙。保持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一致，一致的想法和行动对实现幸福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。即使失误也不要害怕，这可能会成为成长的机会。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情，和别人一起分享感情，对接受自己的感情有很大的帮助。积极管理自己的身心，健康的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。祝贺自己的成就，祝贺自己成就的事情，享受生活吧，珍惜自己的时间，时间有限，所以要珍惜自己的时间，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公，主导自己的人生很重要。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，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，过好生活。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坚守自己的信念就是坚守自己。发挥自己的才能和能力，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能力去实现更多。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，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决定着自己的生活，所以要负责自己的生活。订阅会给你很大的力量，请订阅。